咱的代志不是已经解决啦？你即摆安怎要为国争光哦？我到你约束的，是无讲要动王家的人。也唔过啊，无讲无要动你哦。你我已经解决啦。也唔过啊，你下我的面子，一条也不。咱要报警察了，等警察未来进前啊，死啊！怎安的？杜克力，杜克力，杜克力！咱的代志不是已经解决啦？你即摆安怎要为国争光哦？我教你约束的，是无讲要动王家的人，也唔过啊，无讲无要动你哦。像你这种不浪漫的查甫人，要安怎才会心动啊？你问这要创啥？总别要告白啊！检察官应该袂骗人对不？你甲柯小平小姐是咧讲公司，还是约会啊？啊，陈先生，伊当年恁拢做伙过啊？我若真正去哦，我会感觉家己足不好。Happy birthday！ 祝你生日快乐！你家己的生日愿望分一个给我，祝我告白成功。啊、哦，好啦好啦，去啦去过生日啦！哎呀，爸，你醒醒啊！爸。奶奶的娃娃，杜承恩，我介意的人是你，你敢愿意接受我的感情？你是卖接，你是回答我。王天水的代志我已经解决了，也不过啊，你下我的面子，一条也不。我头拄仔去甲承恩买鸡卵糕，会过生日干面。你妈讲叫咱点么等哈？那有被人走？那叫我别看，你卖嗲代志啊！我弄丢人啊！你先回来，爸爸替你处理。胡娜，胡娜，妈！别个跑，那无我即马是报警哦。咱要报警察了，等警察未来进前啊！死啊！怎干的？杜克力，杜克力，杜克力！我听错了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何浩晨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国毅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郭书瑶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一杰。一直觉得处女座跟水瓶座应该蛮不合的。真的吗？对对对，可是后来。